的人是谁？一个女的。哦，我明白了，你老婆吧？嗨，这不是我老婆。行，啥也甭说了，我已经全明白了。哎，肯定是背着老婆在外面跟情人鬼混。现在不正下班的点儿吗？天色正黄昏呢。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多浪漫啊！啊，同志，这不是什么浪漫不浪漫，也不是什么约会不约会。他父亲病了，我得送他回家。女字旁的他吧？这有关系吗？看，让我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吧，这果真就是这样。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家？还偷偷摸摸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们俩关系不正常，见不得光。尊敬的警察同志，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我真的有急事，我需要赶快出去，你放我走行不行？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呀？我最恨你这种搞婚外情的男人，吃着碗里的还想着锅里的。道德伦理都没有，一点家庭责任感都没有。让你走，那就是成全你去乱搞男女关系。我至少要让你在这儿多待上两个小时，啥也干不了。今天落在我手上，算你倒霉。同志，对不起，我真的求求你，放我出去吧。我真的有很重要的急事。放你走啊！这口供还没录呢，那快录啊！现在没人录口供，起码得两个人以上，他们都不在。那怎么办呀？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就回来了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着吧。哎，同志，哎。早吃呀，还不如去赶大巴呢。哎，喂。啊，是你啊。啊，在干嘛呢？我等我一个朋友。等朋友？有什么事吗？我爸病了。啊？我等我一个朋友送回家。人呢？没来。还没来。哎，要不我送你吧。哎，我这车方便呢，今天恰好没事。好吧，走。还有，一定要让这个男人在这里待两个小时以上。他犯什么事了？你们男人爱犯的事儿，错误的事儿。老实点儿。你就为了送一个女孩被老婆跟踪了？同志，那个人真的不是我老婆。嗯，她只是我手下的一个女职工。她经常那么跟踪我，监视我，然后向我丈母娘打过小报告。哦，这个样子呀。那你要送的那个女孩跟你什么关系？是你的婚外情人，还是你的婚姻不如意？什么情人不情人的，我和他真的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而且是非常非常纯洁的朋友关系。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警察怎么总爱把这种一般的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搞得这么狭隘呢？别你们的啊，你把我也牵扯进去了。你再说我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人。是，
同志，刚才我就看出来了，你和那个女警察不一样。是吗？我是男人，我当然最了解咱们男人的事情了。说实话，我刚才已经知道你跟那个女孩到底是什么关系，不就是第四种感情吗？啊？你说哪一个男人这一辈子都不想有一两个红颜知己啊，对吧？第四种感情，红颜知己。哎，这做男人也不容易。你说你有一个红颜知己，你还可以跟他说说心里话，消除一些心理烦恼跟忧愁什么的，这也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就是。那您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好了这个样子吧，我去跟他说一下，然后你去给我做个笔录，让你走。真的呀？谢谢了兄弟。跑哪儿去了？他父亲病了，坐大巴离开了。对，我去找他。是是。喂，哎，张总，你也到了。那你等我一下，我没有关过机，可能是刚才在路上没有信号了。我就奇怪了，你是怎么知道他来这里？我送他回来呢。这个病人啊，目前虽然脱离了危险，可是这种病还是需要长期的治疗。如果需要得到最彻底的治疗，还是建议尽快的做个手术。那做手术需要多少钱呢？这个大概需要5-6万吧。原来是这样的，怪不得打他电话打了这么久。早知道有您老兄在这个地方，我干嘛还白跑一趟？拜托你不救了。我也纳闷，其实就算想来，也用不着您亲自出马。你们集团家大业大，不至于缺少一个司机吧？就算没有司机，也用不着总裁亲自跑一趟吧？是不是有点儿大材小用啊？哎，你。不怕你岳父岳母知道？放心吧，我这是公事，并且我告诉你，我人证不怕影子歪。啊，对了，还有件事跟你说一下，你们公司给我们集团下属建筑公司的材料，这可不是同行业当中价格最低的哦。危险。
走吧。我才不怕呢，大不了不做你们公司业务。不做不做行吗？为什么为什么我又偏偏是业务部的主管呢？昨天下午还没下班你就走了，究竟去哪儿也不打声招呼，你这样做未免也太没规矩了吧。对不起，我爸病了，当时正在医院抢救，情况很危急。哦，是这样啊。那结果怎么样了？已经转危为安了，不过是暂时的，还需要做手术。那就及时做呀。暂时还没筹到钱，要我1万呢。要那么多啊？那你昨天是怎么回去的呀？一个朋友开车送我。是谁呀？你也认识的。你是说陶大志？你认识吗？是他呀。水性杨花的女人，才认识多久啊，打得那么火热。啊，今天是30号，月底了，又会给月底汇报了。哎，坐呀，玉经理。哦，好，谢谢谢谢。来喝水。哎，谢谢小姐。有什么事儿吗？嗯，我是来找刘董的，他在吗？我妈出去了，她刚走。哎呀，都怪我，来之前应该给她打个电话的。她事儿多，可能忘了今天是30号了。我跟她有个约定，每个月的30号。我会向他汇报一些情况。汇报情况？嗯，对啊。那你跟我说吧。啊，没关系，他回来我转告他。那好吧。这个月呢也没发生什么事儿。我昨天下午我倒以为有什么新的发现。快下班的时候啊，我看见张总和胡美一一前一后的出去了，我马上就跟着出去了，结果发现张总一个人去了会所。那胡美一去了什么地方？会不会也进了会所？哎呀，当时我也这么怀疑过啊。不过他今天早上告诉我说，他赶回老家去了，他爸爸生病了，挺严重的，而且还要做手术。哼。他现在呢正为钱发愁呢。是吗？对啊。他要多少钱？5-6万呢。易经理啊，英俊会不会借钱给他？我不知道这个事儿。真他妈的穷啊，还是留着下午抽吧。哥哥寻找妹妹。什么？我妹妹找着了？你是？谢谢谢谢谢谢。在什么地方？行，我马上来。好，再见。吓死我了！太吓死我了！怎么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妹妹找着了，真的，真的，在哪儿？刚才有个人给我打电话，他说是我妹妹的朋友，他说呀，我妹妹现在在深圳家百货公司工作，半年前才离开这个城市，说是他手里有张我妹妹的照片，让我过去看一看。好事啊，一块去，走走。这是你的妹妹小夏。好，谢谢。
像吗？不像啊。那是他以前的样子，当然不像啦。为什么呢？听说你父亲生病住院。是的。是不是还没有筹到手术费？我可以帮你解决手术费的问题，但是我想请你也帮我一个忙。什么忙？跟我签一份协议。钱我已经带过来了，如果你同意的话，签了协议你就可以把钱拿走。什么协议？替我执行一项很特殊的任务，考验张永军。因为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也像其他的男人一样会对漂亮的女人动心，所以如果他一旦对你或者是对其他的女人有什么出格之举，你就马上告诉我。协议上写得很清楚，看看怎么样，你愿意吗？他整不容？对对，他整容，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女的都整容。整容？这倒是。那他是什么时候整的容啊？去年。对，去年整的容。他特爱漂亮，他一有钱全拿来买衣服了。哎，对，他有没有和你提到过他的身世什么的？提过，提过。他说他小的时候被亲生父母送人了，上面还俩哥哥。他说他的养父母对他特别好，就跟亲生的一样。你觉得呢？照片，您拍过去的照片吗？对了，你手上有没有他过去的照片？没有。没有？他手上应该会有吧。你能不能帮我和他联系一下，让他把过去的照片寄几张过来给我？哎呀，他好像都毁了。对了，他都毁了，他说不想让人看他以前的样子。那这样，你能不能给我们出示一份他整容的相关资料？对，比如说医院的住院证明，或者手术同意书，或者是住院发票什么的。可以啊，我回去马上联系他。那你联系上他以后，让他尽快的寄给我。行，没问题。美丽。美丽，美丽，林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猜不出来吧？我妹妹就要找到了。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她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江总怎么又来了？哦，他去新政府开会了，让我过来。证明材料呢？证明材料在这里。并见。英俊，医院邮递过来的资料我看了，还真有整容这么一回事儿。他还留下了你妹妹的电话号码，说你可以亲自打给他。打这个号码就能找到我妹妹啊？对呀、啊，你赶紧打呀！哦，快快快！喂。喂，请问你是我妹妹吗？不，请问你是张英俊的妹妹吗？嗯，是。这样，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好啊。
请问你的亲生父母叫什么名字？那请问一下，你出生的地点在什么地方？你真是我妹妹，太好了，我终于找着你了。你真是我哥哥呀？对，我是哥哥。这样，你能回来一趟吗？我想和你见个面。回来可以，只是我在这边刚刚生了一场病，攒的钱全部都用光了，没有回来的路费呀。而且住院的时候还向商场预支了2个月的工资，他们肯定不会准我请假的。哦，那这样，你的预支工资加路费一共多少钱？可能得5-6千吧。行，那你快把你的账号给我，我给你把6000块钱存进去。美丽，菜买回来了。阿姨，我跟你讲，今天你一定要做出你的最高水平啊。好。本来呀，英俊说去饭店吃，但是我觉得去饭店是招待客人的，太客套了。你想啊，妹妹又不是客人，是自己人啊，要在家里招待才好嘛，而且在家里才有亲情感，你说是不是？对呀，要是张总的妹妹看到你这当嫂子，对她那么好，不知道会有多感动呢。这是我应该做的嘛，要不然怎么叫嫂子呢？英俊为了这一天都等了好久了，你不知道他有多高兴，他高兴我就高兴了。嗯，好，我赶紧进去蔬菜啊。去吧去吧。的妹妹今天下午要到家里来，哦，摆点鲜花，家里才有生机嘛。去，好好，我拿开拿开。哦，哎，美丽啊，英俊的妹妹多久到啊？啊，她10:30下飞机，公司派人去接了，估计11点多应该能到家。哎喂，小团，接到没有？什么？一直打不通？哎，不是，是不是那班飞机晚点了？没有，从深圳飞过来的航班只有10:10，没有10:30的，早都已经到了。啊，好，哎，这样啊，小曹，你呢再等一等，不要离开，他可能呀一会儿还会给你打电话的，你就在那儿等着他啊。喂，小曹，他用你电话，你不要走开啊。好，怎么回事啊？这是，要不我再给他打个电话。行，号码给我。哦，对，号码。空号啊！哎，小曹，哎，我也打了，也是空号啊！啊！哎，好，怎么说？空号？哎，你不是有那个小伙电话号码吗？你给他打一个试试。对呀，就。怎么了？你自个看吧。没钱之时看取势，本来只想试一试，谁知瞎猫碰到了死耗子。感谢6000块钱已到账。哎，我们都是高智商的，居然让这么一个小混混给骗了。哎，都怪我呀，寻妹太心切了，居然上了这种当。是骗子。我以为这回真找到妹妹了，
结果空欢喜一场，被群小混混骗了。没事啊，我们再继续找。丢人呐。是认识的哦，
就是冒充你女儿的那个吧。嗯，英俊，要不然你去他老家调查一下吧。根本用不着，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不可能是我妹妹。直觉可靠吗？我的直觉向来可靠。我怎么就没早一点找到他呢？要是换在沈荣之前遇到他，他有多好？要不让我爸爸妈妈去跟他说说？可人无凭无据，又有谁会相信呢？林君，怎么了？我觉得你还是去他老家调查一下吧，直觉是靠不住的。美丽，刚才你妈在，我不好说。其实，这不仅仅是直觉的问题。我对那个疯丫头一点好感都没有。你看她整天疯疯癫癫的，没有一点内涵。我们张家能有这样的孩子？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嗯。你看。这五个手指头长在一只手上，可是它也有长短啊。几个兄弟姐妹之间有差异，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嘛。更何况他从小就抱养出去了，没有跟你们在一个家庭长大，所以他才会……好了，反正我的直觉已经告诉我了，他肯定不是我妹妹。你真固执。嗯。对了，英俊，英俊，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明天？什么日子啊？你猜。三月份，妇女节，不都过了吗？什么日子啊？没什么，我先睡了，你早点睡啊。三月。哎呀，为什么要早上去上班呢？啊！啊！小夏，你又来干嘛呀？小夏，你这是干什么呀？这花送给你。你没事儿送我花干嘛呀？今天不是白色情人节吗？我看大家都在送花。白色情人节，我又不是你情人，你送给我干什么？那你哥哥找到没有啊？我找到又怎么样？没找到又怎么样呀，小许同志？那就是没找到了。嗯。没找到，你怎么还我钱呢？干脆，你嫁给我吧。你是不是想得太美了？真的想癞蛤蟆吃天鹅肉？我不是跟你说了会每个月还你利息吗？你真的想财色兼收？想得个美！谁想要你的利息了？那不是没办法的事儿吗？
你没办法还是我没办法？要不是你借钱给我整容，我现在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哥哥早就认我了。都是你害得我有钱去整容，变得跟哥哥看的那个照片上的人不一样。哎，算了算了，你赶紧走吧，走吧。哎，小尚，你傻啊你！你把你以前的照片拿给他对比一下，他不就相信了吗？哎呀，我也想，可是我以前的照片全部都被我给烧了，而且连身份证我都是重新做的新的。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伊人天天开心，他会喜欢吗？哟，这么多花呀，谁送的？请进。林俊，想什么呢？没事儿。哎，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白色情人节啊。哦，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我可有约会啊。你去你的呗，你跟我说干嘛呀？我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给嫂子订束花？订束花？那你是要玫瑰呢，还是要百合呢？如果是玫瑰的话，你是要红色的呢，还是黄色的，还是白色的？好了好了好了，怎么这么唠叨呢？这事儿你看着办，你最内行。行，我走了，情人节快乐啊！好好玩。对，拜拜。拜拜。美丽，美丽，你的花，谁送的？花店老板刚刚送来的。哦，好。花店老板，情人节快乐，爱你的英俊。什么情人节啊，不是都过了吗？妈，你不懂，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啊，情人节还有颜色呀？妈，你看，你看英俊送的花好看吗？好看。你看人家英俊多有心啊，还很浪漫。谁像你爸，我跟他这么多年就没见他给我送过花儿。属于干嘛？把眼睛闭上。干嘛呀？闭上眼睛，把双手伸出来，睁开眼睛。香啊！我是不是很浪漫？不比年轻人差。哎，我今天订了一个烛光晚餐。烛光晚餐？嗯。那咱把它改在家里，不是更好吗？嗯，好。以前的情人节，都是看着别人收鲜花，自己只有羡慕的份儿，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一天。看来漂亮了就是不一样。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他，是他，我才拥有了美丽，拥有了现在这一切。这花好看吗？好看。美丽啊，你是不是也应该主动制造一点浪漫给英俊呢？
要不这样，今天晚上啊，你请他出去吃烛光晚餐，顺便把妈妈也带上，啊？烛光晚餐，啊？我们三个人去啊？对呀。那还不如在家里吃呢。哦，妈，你知道我不喜欢在外面吃饭的，偶尔在外边吃一顿也不是不可以嘛。妈妈呀，是知道你的心思的。爷，今天晚上呢，妈妈来给你打扮。妈妈呀，一定会把你打扮的呀，漂漂亮亮的，好不好？嗯。好吧。对了，这样才是妈妈的乖女儿喽。咦。美女，哎，走这么快干嘛呀？你等谁呢？还有谁？等你呀。等我干什么呀？哎，与你共进晚餐。可是我约了人了。约了人了？约了谁呀？不会是张英俊吧？嘿，怎么会呢？哎，谢谢你的话啊。啊，再见。哎。我要不是业务部主任，长影集团董事长，要不是我舅舅，我早就向你老婆告翻。生命的河，美丽的河，是我心中永远的歌。美丽人生伴随着我，不怕艰险与蹉跎。生活。